Hello， 我是吴宇观众，欢迎收看 Nice Core 好和弦。今天好和弦没有新的课程，只有简短的两件事要跟你说。第一件事是好和弦的220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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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包装今天上线啦！这次的220集大包装收录了好和弦频道从2014年创立开始，一直到2019年5月中为止，全部220集的高画质影片原始档，总共有超过30小时，档案大小超过41GB 的内容。220集当中涵盖的主题已经多到我没有办法快速在这边说完了，反正里面有所有你会想要知道的基础乐理主题、复杂和弦的使用技巧、当代音乐的进阶概念、各种钢琴伴奏风格的弹法、很多数位音乐的教学、最受欢迎的一次搞懂系列、详细的音律历史、钢琴踏板、键盘鼓教学等等。在这个大包装新增的还有钢琴独奏曲的实际写作教学、捷运音乐的详细分析、五线谱记谱技巧、简谱制作教学、抓歌教学、四部和声、单手跟双手的爵士钢琴和弦配置、五度圈，甚至还有密码破解的教学。除了例行的好和弦课程之外，大包装里还附赠了很多其他的内容，除了包含所有以前大包装曾经赠送过的各种作品分轨档之外，这次还新增了我的两首 Windows 怀旧音乐的编曲，一个是 Canyon and MID 的双钢琴版本，有附上分轨音乐跟 PDF 乐谱，另外一个是 passport.mid 的 cover 版原始影片、音乐还有分轨档案。还有之前大家很喜欢的浩哥射了之歌，除了原曲的加长版之外，这次我还多做了去掉人声取样的适合当作背景音乐的版本。更好的是，你只要标注作者也就是我的名字，好和弦就授权让你免费使用在你的 YouTube 影片当中哦。这次220集大包装没有涨价，你还是只要用$9以上的价格就可以把我4年半的心血全部下载回家咯。如果你觉得好和弦的频道有曾经帮助到你，让你在音乐上有一点点进步的话，我希望你可以花一点点小钱以实际行动支持好和弦，让好和弦可以继续提供所有人免费的音乐课程哦。今天的第二件事情是，虽然我觉得好和弦的 YouTube 频道已经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学习乐理的平台，但是随着我们的影片越来越多，要找到需要的主题以及有系统的学习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更有效率的从好和弦频道学习，我架了一个好和弦的 Wiki， 目标是整理好和弦频道的所有资讯，以及把各种专业音乐知识用浅显易懂、容易阅读的文字整理下来。这个 Wiki 网站才刚刚上线而已，目前我已经完成了所有集数的列表以及几个范例页面，但是它离完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所以需要大家的帮忙编辑。如果你看完每个礼拜的好和弦之后有一点点时间整理影片的摘要跟笔记的话，希望你可以将你的笔记贡献到我们的 Wiki， 来帮助所有想要学习音乐的人。你只要到 wiki.nicecore.com 花个30秒注册账号就可以开始编辑了哦。详细的编辑说明我会直接放在 Wiki 网站上，就算你只是来帮忙改个错字或是只写个一两行，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让我们大家一起合力来写一本中文世界里面最好的乐理书吧。所以今天就这两件事，大家赶快来买大包装以及来帮忙编辑 Wiki 吧。我是微微观众伟，那我们就下个礼拜的课程再见咯。